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词频道上午九点，欢迎走进本节的新词直播间。首先来看今日新词：卷心菜人，只图有一颗很想卷的心，但本质依旧很菜。喜出望外，只快到下班时间就开心地望向窗外傻笑的打工人。牡丹花，只母胎单身20多年，凭实力单身，每月还要还花呗的年轻人。本节新词就是这样，获取更多新词资讯，请关注央视新词客户端，获取更多移动视频，请关注央视频。